つも。はい、それでは。だけよ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我是 LAC Pro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会比赛喝这个分子的没有加水，什么都没有加 ，fresh 挤出来的，我们就会比赛看谁喝的最快。当然很酸的啦，我们挤这个没有加水都是很酸。我们要比赛看谁最快喝完，那么就可以赢到这个老鼠白老鼠来了，不值钱的其实，所以谁最快喝完这个就有这个奖品。连皮都给他弄烂了啊！OK， 好你了。哇！哦！哦！好吃的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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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开动了。加点喽！嗯。不用洗手，去洗手，洗手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。其实这个是酸的，这个是酸的。你看它这样少，这样其实很酸的。天然的，天然，天然。哇，真的很酸。我们现在要开始了，辣椒汤。来，拿一杯。阳性吧。拉拉，就这一口。高杯，高杯。好呀，好一个橙子。哇。啊，我们这样。这坏了你们。算了。酸，啊，有点舒服的感觉啊！对呀，都在看完了，要吃完。有点很好的维他命 C。呀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再加大空做一点这个。没有，慢了。慢了。太爽了是吧？啊，终于要喝完了。耶！哇，很酸耶！那么第一名喝完就是我们的。来，你为你是一个奖品。然后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好红先生。然后第三名就是我隔壁这位帅哥，帅哥。那么当然，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LAC Pro。奖品还有这个，好帅，这个没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耶！啊！对对对对。哇！小孩子，请别玩。哇！这什么？别玩，你不要搞。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试下尝试这个挑战。You know this is。那么再次感谢愿意来参与这部影片的这些陌生人。那么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看我 previous video， 记得 like 这部影片和学出去。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的话，就现在 subscribe 啦。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拜拜。Thank you.